没有那么久了啦。哦，那一个月怎么可能请这种人来帮他加工自杀了？刚台死掉，佮走去吃迄个止痛药佮自杀，啊，最后佮唔死，佮打电话老母来求救，就完全没有实意嘛。对老高拢是死对这个办法，准备把这个事情要佮变作是人拜托，也伊无打电话，这拢不可能。这查甫也无钱，啊，这查甫对伊的感情嘛还袂深交啊，那可能会拜托伊来甲抬，对无？啊，佮台湾话佮也足奇怪，伊用甲嘴死的。哦，你并不是一般来讲，一般是我有想要死，我若要自杀，我咪坐人骨来买啊。我用牙刀啊挂手挂唔管啊挂中啥跳楼啥嘛，对。啊，这拢跟完全无同款的，完全不一样的死法，那是可能你敢帮忙，敢自死。对，你敢咪讲我要死，我你敢自要死吗？有人讲这句话吧，是讲我挂一半话，我袂落也会听，无你甲我倒挂一下呢，这就够有啊，对。烧炭割腕嘛，对。啊，这拢唔是嘛。啊、所以这个根本对头到尾拢是伊的说辞啦，他以为是死无对证，所以我无咧采，我尽量好啦。建议你啦，我真正是你帮伊自杀，你去养鬼自杀，无你嘛写尽量做结束，对无？我爱谈，啊无你写一个，我们都不要怪伊，哦，这嘛袂使，叫你法律上你嘛是袂使啊，但是至少你叫写一个签名嘛，然后对，啊人家相信，你当拢无敢叫你学会啦，佮这个刚台死了。佮走去食迄个止痛药要自杀，啊！最后佮唔死，佮打电话老母来求救，这完全没有实意嘛，对无？你若有实意坚强，你哪会做？你今日用台人来代志大条呢？啊！你讲安怎呢？我会感觉这对头到尾拢是死对证的办法，准备把这个事情要佮变作是人拜托，也是无打电话，这拢不可能。